变成了机器人模式，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？我们给它拆分了看看。首先是三角龙部分，这是合体机器人的上半身。哇，快看，它的身体感觉在发光，这是因为它采用了电镀材质，看起来十分精致。那现在来变形看看吧。变形完成，哇！它还有一个配套的收纳盒，也是黄色的。接下来是万龙部分，这是合体机器人的下半身，它的背色还是以万龙的经典色绿色为主。现在来变形看看吧。完成了哦，这个绿色的是它的收纳盒，都变形完成了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该不会秘密就藏在机器人身上吧？要不然我们再给它变回去吧。嗯，开动，先来变这个。变形完成，接下来是绿色的魔方。合体机器人的下半身也变形完成了，现在就让它们合体吧。合体成功。等等，怎么又变回盒子了？秘密呢？到底是什么？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